红外线是一种存在太阳光之中，但肉眼不可见的光线，在其照射下皮肤会感觉温热，而这款融入了远红外线纤维的产品，便是以此为原理，在温热舒缓感受上相当值得期待。除此之外，材质中还加入了高级竹炭丝，即使工作繁忙，较难有时间频繁清洗晾晒，也能确保其不易产生异味，推荐给注重吸湿除臭功能的读者。唯独此款护肘容易随着使用而逐渐松弛疲乏，且加压方式较为单一，比起在运动中穿戴会更适合平日上班时使用。专业运动防护品牌 BodyVine 在台湾市场占有一席之地，并针对各个年龄层与需求的使用者推出各种不同功能的产品，其中此款护肘特别采用防晒系数 UPF50 的材质来制作，能够有效地隔绝紫外线，并防止晒伤，适合进行篮球、高尔夫球等户外运动时穿戴。此外，其专利技术的多层次设计将三层不同的材质进行结合，虽说这样的厚度比起其他薄款商品更容易感到闷热，但相对的耐磨性与稳固性也更为提升，大家可依自己的主要目的来评估选购。此产品在保护关节的同时又具有热敷的功能，它共有三档温度可以随心调控，再搭配上震动按摩设计，能深层舒缓肘部的酸痛不适。另外，因为它属于手肘与膝盖两用的类型，除了家事繁多的家庭主妇以外，举凡需久站、搬货等易造成肘部或膝部负担的从业人员们都适用，不再让职业伤害成为扰人的问题。然而，尽管这款护具标榜可以充电后带出门使用，但由于穿戴后并无法完全服贴，即使以衣服遮盖也很容易显出痕迹，因此仍建议以家用为主。进行重训等健身训练时，除了会用到身体的各大肌群外，对于手部肌肉的消耗也相当巨大。为了提升手肘的支撑性并保护肘关节，这款专业运动用的护肘特别在两侧增加了鱼鳞弹簧作为辅助，可有效避免因过度负担而导致拉伤或扭伤。而其手肘顶点处的镂空设计则让整体显得更为贴身，即使是激烈的动作也能流畅展现。不过相反的，应该处的防护力较弱，从事排球运动的读者请多加斟酌考虑。自1917年创立以来，护多乐便致力于研发、改良出贴近需求的产品，像是此款具有中度支撑力，适合用于伤害预防，其材质细腻且亲肤性良好，不含乳胶成分也不会引起过敏问题，再加上可调式弹力系带设计，以及透气舒适、宛如量身定做般的穿戴感受等，每个细节都为您考量周到。除此之外，同品牌旗下的护膝、护腕和弹性袜等皆享誉盛名，有需求的人不妨一同购买使用。在运动知名品牌 Adidas 代表性 logo 的加持之下，让许多人喜欢将它纳入穿搭中的一部分，可说是兼具了时尚感，又能享受护肘该有的机能性。其功能方面特别针对跑步、健身等运动爱好者加强了稳定性与减震效能，只要透过正确的包裹住手肘，便可减少震动带来的酸痛和疲劳。至于内侧的波浪防滑条则确保护肘不会在动作时滑落，可以为使用者带来安心又牢靠的穿戴体验。由台湾在地品牌所开发设计，制作上特别采用精密的车缝技术来提高其耐用性与舒适度，使接触部位的肌肤不易产生刺痛或压痕。此外，加宽又牢固的双魔鬼毡则可依需求自行调节，同时也比多数产品更不易松弛、弹力疲乏，是相对适合长时间使用的类型。再者，内部所附的五颗磁石亦是一大亮点，其磁场对于舒缓身体疼痛、肌肉紧绷等皆有所注意，十分推荐给经常需要做家务的家庭主妇们，
其医疗级的好品质想必不会令人失望。加压带最怕的就是固定错误，导致无法发挥该有的功效，而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，此款护肘采用两阶段式的固定方法，先将其穿戴在手臂处后，可再藉由调整上方的交叉式绑带来达成准确加压，并且仅需单手就能轻易地穿脱与调节松紧。热爱网球、高尔夫球运动的读者绝对会爱不释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内侧附有以硒胶材质所制的软垫，用以提供肌腱更符合人体工学的柔性加压，并有效地舒缓手肘的不适感，整体功能性的表现相当卓越。美国知名品牌 McDavid 的专为众多职业运动选手设计可靠且防护力高的护具，因此在许多重要赛事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。本款以高达9毫米的蜂巢式 HEX 技术加强对肘部的保护性，即使在强力冲击下也能确保关节不会直接承受巨大的压力，再加上其贴合性十分优越，让您在运动时更能发挥出百分百的实力。顺道一提，由于这款产品可以完整包覆手腕到上臂，并具有一定的保暖性，除了运用在长途的单车骑行外，从棒球、篮球到网球等多种运动都能派上用场。参考人体肌肉骨骼走向，此款额外增加了硒胶设计以确保加压与保护功能，可以针对腕伸肌群进行加强固定，同时也能在运动后帮助肌肉休息恢复。此外，轻薄的网布材质在使用上相当通风又排汗，搭配上优异的速干特性，就算是潮湿多雨的台湾气候，也能方便每日都有练习需求的专业运动选手清洗，想要穿戴在一般衣物当中一丝毫不突兀，十分推荐作为夏日的配件使用哦。此款由经认证的专业健身训练员设计，使用四面弹力材质制作，加上梯度加压的设计，可以有效地舒缓紧张的关节，降低不适感。为了让使用者在长时间穿戴时更舒服，更是采用了吸汗排湿的透气布料，而且弹性十足，就算戴着一整天也不会感到行动不方便。更加分的是，护肘布料十分亲肤，对皮肤的刺激性较小，因此不论是运动员或有妈妈手、网球肘等困扰的读者，皆不妨参考看看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